A lot of people ask me what they should do in the morning, and I would not hesitate to tell them, go to Ban Shan. In Penang Hokkien refers to the market or bazaar. The Shoester market on Jalan Kuala, Kangse, is the one I highly recommend. The original market was inside a building, but now it expanded to the surrounding lanes, especially bustling along Jalan Kuala Kangse. 刚才英文跟你们说了，就是大致上它的信息是这样子。清晨呢，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去板山嘛。福建话板山呢，就是槟城巴萨的意思。菜市场的意思。在很多中国来的朋友呢，在第一次听到板山就不知道了。所以现在你跟他们讲板山，他们就这是菜市场或是早市的。 巴萨，在这个加兰矿，怎样讲？加兰夸拉康萨，吉林在万山，我们叫 Chawla Star Market， 是我们非常推荐的地方。这个菜市场呢，一共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但是还是很多游客不知道怎么去。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过去看看一下。 我们来到这个停车场，停车场呢非常的多，泊车地位，但是还是要用时间等的。泊好了车，我们走下来就看到有一个地方呢，是给我们设婚宴啊，设 party 的啊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因为 parking 非常的多，而且非常适中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询问一下。 我看到它的设计的是比较属于现代化的设计，而且看呢很适合一些年轻的夫妇，年轻的新婚夫妇。看我们走进去看呢，地方非常的宽阔，至少可以500到800个人，这个宴会可以500到800个人，所以还是看。 我们的这个新婚夫妇的，他的装饰啊，全部都是以不是很红、不是很抢眼的一些装饰为主，可以看到花都在天上。那这就是一些电话，你可以过来询问一下。走下去呢，就是我们的吉林寨巴萨了。好，OK， 这个信息就给大家看一下。 原本这巴萨是一座建筑物内，现在已经延伸至周围的巷子了。但江沙路两旁呢，尤其是非常的热闹。清晨的时候，板山生机勃勃，很多小贩们呢，到天还没有亮之前，就摆在已经摆好了他的档子啊，就摆在路边。有一些呢，就有自己的档口。 准备就绪，我特别喜欢这段时间哦，人不多，充满活力，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异性的一点，感觉到非常的有意义。特别我们进来这个档口吃小食，特别有那种以前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各种食物好像啊，龟雕汤啊，碗汤米啊，咖喱米啊，这种不是我们每一天早上想吃的东西。 我在外国的时候还想，到哪里去找这种唐人街，的小吃，根本没有可能找到它的味道，因为它的食材啊，它的饮料啊，都是很道地的。在槟城，你看到这种巷子，照在旁边就可以开餐了，而且非常便宜的一个价钱，就是说可能有。
个六块钱就可以吃到碗台面，六块钱就可以吃到贵条子，炒粿条现在呢已经七块到八块了啊，看你要加料，可能加料要有一个九块、十块、十二块等等都有啊。这边是另外一个小巷子的啊，我觉得有个 special compartment 啊。特地带他们进来看看一下，有些人讲要加叉河粉啊，炒河粉啊，这边就有他的一个地方来进来看看无妨，但是晚上就不要进来了，有点暗，早上就很多人啊。槟城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城市来的，所以不要害怕。所以如果是你是一个女孩子一个人的话，也不需要害怕，所以这边都是有很好的一个治安的环境啊。好，我们就带大家继续走下去，继续看。我们继续走下去，看到这些衣服啊，有那种小时的感觉，我们过新年要买衣服了啊，人家都喜欢趁着这个这现在是2月4日，所以距离新年还有几天而已，所以在这边呢，很多人都趁着这个节日来这边逛一逛啊，甚至有买不买也没有关系，就是感觉他的那个气氛嘛。当然呢，有播一些新年歌啊。等等啊，但今年compare 去年就比较没有那么快乐起来啊。当然呢，我们也感觉到那种气氛啊，那种游客的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哎，希望大家有想要感受那种感觉的话，快点过来槟城的桂林啊、板山、纪灵、万山来感受这种气氛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你看到我们走了这么久还是有这么多档口在摆卖，所以我说这边的档口不下于100档、200档还有我们走进去里面呢，就是板山巴萨有卖鱼啊、卖肉啊等等，我们还没有走进去，在这边而已。你看到卖水果啊，那这个年货啊那个是葫芦来的，旁边看到吗，还有一些袖子啊油啊葫芦啊等等，这个旁边呢都有卖一些古董啊，这些拜神的一些材料。好，我们继续走下去。今年呢卖胶干的人呢不是非常多，但是货源也是非常充足的。我们继续走上去，继续走下去呢就是一些旅游游客去的地方。来，我们走过那这边呢，走路要小心，有一些车辆会走过啊。当然呢，这车辆的都很小心的哈，不会冲到人的。看到旁边的我右手边，左手边呢，右手边呢都有这些年货哇，你要买那些红的文彩啊都有这些卖一些家庭用品的都有。哎，我们就到了另外一边。
谢谢各位的观看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为止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点赞的话尽快点赞，因为我们有更好更多的视频给大家，也借这些视频来促进槟城的旅游局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回见。